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众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众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注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10页，倒数第五行。我们从念老的注解看起啊，故知上知两说各有所重，上面两种说法，重点不一样。乙这一段，它分甲乙丙三段，我们只说了后面这两段。净法之普被，首在著扬与凡夫。净法是净土法门，它是普被群系，从上上根等觉菩萨到无间地狱，能够平等得度啊，这是所有法门里头没有的啊，所以它着重在凡夫啊，说这个经弥陀无尽的慈悲，特地为六道凡夫说的，着眼在普遍啊，我们凡夫有份。那么后面这一段呢，则特别显持名的深妙啊，就是心愿持名，这个意思的深妙，不是普通人能知道。所以说，彻底承担为上根，就是上上根人。这是赞叹法门的深妙啊，化身菩萨才知道啊，化身以下的菩萨声闻缘觉都不知道啊。那么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看到佛常讲啊，上上根八地以上，
华严将菩萨分为52个等级，啊，最高的是佛，下面51个阶级都称菩萨。那么八地以上的，就是最上面的第四等。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，可见得距离佛陀所证的境界很接近。啊，他们这些人了解，啊，这个法门呢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声闻缘觉对这个法门怀疑，啊，这个怀疑我们可以能想象得到，他为什么怀疑？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修行正果，都非常困难，啊，才能向上提升一步。这个法门怎么可能在一生当中啊，往生，他说还有可能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正德的地位跟化身菩萨平等，这他就想不通了。啊，特别是什么呢？无逆涉恶的众生，这都是要堕阿鼻地狱的，怎么可能再遇到这个法门？啊，真正忏悔、认错，啊，后不再做了，心愿持名，身念都能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之菩萨。这就叫人很难相信的。啊，那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那真的是八地以上，绝对不是普通人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说微妙，八地以上菩萨他们知道；说普遍，无间地狱众生都有份。啊，实际上来讲呢，这个法门很难遇到啊。你要不相信，你就看我们现前。啊，现前全世界的佛教徒有多少？这么多佛教徒里的修大乘的人有多少？1/10都不到。大乘里头遇到净土的有多少？遇到能相信、肯心愿持名的人有多少？你一层一层淘汰啊，到最后没几个人。啊，这叫难信之法了，这真难信啊！啊，难信，难信，难信。大乘教里的常说，这释迦牟尼佛常说，凡是能信的人，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，得无量诸佛威神的加持，啊，他能行。这是佛把这一桩秘密给我们揭穿了，原来是这么回事情。啊，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掌握这一次的缘分。我们无量劫来
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菩萨，有这样深厚的善根，正是跟小本弥陀经啊相应了。啊，弥陀经上告诉我们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要多善根多福德，多善根多福德，多到什么程度？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啊，佛给我们说出来。啊，过去供养无量诸佛。啊，才遇到啊。啊，遇到了能相信，能够理解。啊，能够发愿。喜欢念这句佛号，这真不是容易事情。这两种说法合起来圆满了啊，所以要会通啊。这两个说法看起来好像是矛盾，实际上是圆融的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，是盖此法门，巧辟诸根。啊，这个辟是假辟，非常巧妙。啊，假辟诸根就是一切众生，从上上根到下下根。啊，弥陀要解啊，如要解云，欧耶大师的。说上上根不能与其困，那这个困跟下面的欲都是讲范围啊，不能超过它的范围。下下根也能够真其欲，正如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也能往生呐。啊，所以这个世界有缘的众生呢，非常非常之多，一般诸佛刹土等觉菩萨不多，极乐世界等觉菩萨太多了，数不清。啊，只能说无量无数，只能用这个来形容。啊，从上上根到下下根，只要能信，愿意往生，肯念这句佛号，人人都有份。啊，真想去，最重要的一桩事情，就是要把这个世界放下。好像我们到外国移民，真正想移民，必须把这个地方放下，你才能去得了。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要把娑婆世界六道轮回，还要加上四圣法界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说六道十法界，统统放下，没有丝毫留念，那么你往生呢就没障碍了。如果有留念，就有麻烦。啊，有留念，不是佛不来接引你，是你障碍佛来接引。啊，所以真想往生，在这个世界
除了信愿念佛之外，要真正用一点功夫把这个世间看淡。一年比一年淡薄。到真正没有留念，你就有把握了。自己就有信心，佛决定来接引你。佛来接引你，一定会提前通知你。或者是你在梦中见佛，或者在定中见佛。阿弥陀佛来了，告诉你。你的缘成熟了，什么时候来接引你？通常大概都是一个月到三个月，这个时候你见到了，你就很清楚自己准备后事。我们看到来佛寺这三个老人往生，特别是海鲜老和尚112岁，他这一生20岁出家念佛，念了92年，我估计他跟阿弥陀佛见面不会少过10次，这时间长了，92年了。这么长的寿命，我认为是佛菩萨给他的，不是他自己，自己早就应该去了。佛菩萨把他寿命延长，为什么延长？让他表法，给现在社会念佛人做个榜样。120岁，生活自理，不需要人照顾。还在农田里耕作。往生的这一天，从早到晚，在菜园里头，拔草、种菜、浇水，从早干到晚。太阳下山了，几个同修劝他。干了一天了，可以休息了。他回来一句话：“快了，马上就干完了，干完了我就不干了。”这是一句平常话。他就那天晚上走的。第二天看到老和尚走了，才知道老和尚话中有话：“我干完了就不干了。”他真走了。三个人走都是这么自在，都是这么潇洒，不需要人助念的。这是我们给我们表法最重要的一种，我们自己要决定有把握。不能靠人助念，助念可能还会产生障碍。人多口杂，每个人磁场不一样，不是好事情。所以你看，人家选在晚上走，大家都睡觉了，他走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，
哎呀，老和尚走了。啊，三天之后，全身柔软。啊，满面笑容。佛陀给他的任务完成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，胜凡其受，利顿习皮，全有份的，利根顿根都有份。弥陀素超，莲池大师的，为此法门，为净舍利顿住根，悉皆度脱。这个法门就是净土念佛法门。啊，只要有缘遇到了，无经一论当中，任何一种，啊，你遇到了，听到了，你欢喜，你能够接受，你就是净宗有缘人啊！真正发心呢，那你就是净宗的当机人。佛这个法门就是为你设立的啊，就是为你建的啊！真正发愿往生，这叫报佛恩呐。并曰：“住于法门，住于是净土以外，通常讲的84000法门、无量法门啊，那些法门确实有高低啊，高的下即觉分，中下根基。”修那些法门，决定不能成就。啊，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不要说是大臣，就是小臣，我们也没分。为什么？他要断烦恼啊。小乘粗苦要断38000见惑，谁有本事能把它断掉？啊，小乘甚至我看到很多啊。断烦恼的一个没看到可见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！这个法门容易是什么不要断烦恼只要心愿持名我们才有份啊，要断烦恼，我们没分呐。啊，我们能够做的，把烦恼看得淡一点。这是什么呢？我们往生的时候没有障碍。如果烦恼很多，很严重，临命终时怕有障碍，去不成。啊，所以要放下。啊，一定要知道，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，
什么都带不去。啊，要彻底放下。知道这个世界只有极乐世界是真的，其他全是假的，假的都应该放下。啊，真的我们要把它掌握住。极乐世界的环境跟我们这不一样，我们这个世界还有一切诸佛刹土，大概都差不多。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不出这个范围啊。啊，新鲜的就是一真法界，诸佛十八土，但是阿赖耶把十八土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，变质了。这个我们要搞清楚。啊，阿赖耶怎么变的？妄想分别，这个秘密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佛经里所说这个东西，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科学家在最近这20多年来发现了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，把它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啊，我们看的报告是德国普朗克的。啊，普朗克的这个人是很有名的科学家，他有一个学生爱因斯坦，啊，是他的学生。啊，那么他一生专门搞这个物质。我们中国人讲啊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物质的秘密被他揭穿了。啊，物质是什么？物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他们不断的分析，找最小的物质现象。80年前发现原子，当时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，啊，不能再分了。这20年，科学进步，啊，特别是仪器，啊，精密的仪器发明了，啊，再用这些观察，把原子秘密揭开了。原子一打开，有原子核，有中子，有电子，在不断的分原子核，再给它打开，中子打开，电子打开，我才发现了更小的物质，都不是最小的物质现象，啊，发现基本粒子几十种啊。啊，不断追根究底，啊，把他们个别打破，发现还有小的，
夸克。啊，夸克在打破的时候，又发现了微中子。这个方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，佛经也是用分析的方法，分析到最后不能再分，再一分呢，没有了。啊，佛经上这一句话，普拉克他们做到了，把微中子再打破，物质没有了。那么微中子就是佛经里面所说的极微色，那它不能再分，它再分就没有了，所以也叫做灵虚尘，它跟虚空啊所邻居，啊，它一分就变成虚空，这个秘密被发现，啊，所以。科学家提出一个结论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，物质是幻象，我们以为它有，实际上它没有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啊，这击破之后看到什么呢？物质没有了，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，这才恍然大悟。啊，物质是什么？是念头产生的幻象。我们误以为它是真的，这个幻象在高频率的速度之下了，生灭。前念灭，后念生。啊，多高的频率？弥勒菩萨告诉我，叫弹指，一弹指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100个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我们把它乘出来。320兆，这一弹指有320兆个生灭，每一个生灭就是佛经上讲一个念头，每一个生灭是一个念头，一弹指有32亿。生灭，啊，32亿，320兆，320兆，个生灭。那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，一秒钟能弹多少次？啊，我年岁很大了，体力不够了，可以弹5次。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，我相信，如果弹7次乘7。这一秒钟乘320兆乘7，2100兆，是吧？3721，2100兆，一秒钟，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生命就在眼前呐。我们毫无感觉啊，我们以为它真有啊，啊，你想想看，一秒钟2200兆次的生命，我们误以为它是真的，太快了，啊，我们的六根呢，跟不上这个速度啊。啊，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许许多多这个现象，物质现象纠缠在一起，看到
好像有东西存在。啊，不知道所有纠缠的这些物质现象全是假的。啊，它们存在就是2100兆分之1秒。无法想象啊，这事实真相。这个事实真相被揭穿了。科学家提出一个新的看法。啊，告诉我们，疑心空无。啊，这是最新的科学。空是控制物质，谁能控制物质？念头能控制物质。啊，这就是教导我们，我们起心动念要正，要清净，要善。啊，纯净纯善，这个念头好，所有物质现象都好。啊，如果念头不善，啊，染污的念头、恶念头，对我们整个身体会造成疾病。这细胞带着不善，不善就是我们一讲病毒。如果已经有这些细胞，懂得这个道理了。把念头换过来，不需要用医药，你所有带病毒的细胞啊，很快恢复正常。那么现在这些科学家就在大量收集这些证据，来支持他们的理论，啊，疑心空悟的理论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再过个20-30年，这个理论会被所有科学家承认。啊，我们的整个地球都会产生变化，人心向善。不能有恶念的，恶念伤害自己。啊，让念头纯净纯善，身体就纯净纯善。我们居住的环境，这都是物质现象。我们念头转，整个物质现象跟着我们转。这是佛经上所说的“境随心转”。境是环境，环境是随着我们念头转。啊，我们的念头纯净纯善，可以叫这个环境永远不会有灾难。啊，灾难全化解了。那灾难从哪来的？从不正当的念头来的。这佛经上告诉我们，啊，贪心所感的水灾，嗔恚所感的火灾，地球温度上升。啊，火山爆发与尘灰有关系，浴池赶来的是风灾。啊，我们看到信息报道啊，美洲有严重的龙卷风风灾，损失很大。啊，傲慢赶得的是地震，愚痴所赶的是山崩地陷，啊，大地突然陷下去，啊，山会倒下来，
看着佛告诉我们的贪嗔痴慢疑，这怀疑啊，怀疑会造成山崩地陷啊。那么今天这个世界贪嗔痴慢疑的现象非常普遍，所以造成地球上许许多多的灾难啊，我们一般人不知道，以为这是天灾啊，其实大自然是最健康的，哪里会有灾难啊？灾难是我们不善的意念、不善的行为所造成啊，把这些行为统统改掉，我们就能恢复身心健康，我们居住的地方不受灾难。啊，科学发现跟佛经上所讲的相应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个现象，物质现象，包括精神现象，还包括自然现象，都不是真的。那科学家今天的成就，佛经里头也有记载。啊，《大乘经》里面有说，我们凡夫用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就是想象啊，分别想象啊，第六意识的功能非常大啊，它能够对外能够圆到虚空的边际，对内能圆到阿赖耶，阿赖耶的三细相啊，业相，科学名词叫能量啊，转向，科学的名词叫信息，境界相，科学家叫物质啊，这三样东西都会被发现，这第六意识啊，在他所缘范围之内，他就是缘不到自信啊，明心自信他永远做不到啊。佛怎么会知道这个这些秘密？佛不用科学，佛不需要仪器，佛用的是禅定。在很深度的禅定里面，空间维持，时间都不存在了啊！你能看到宇宙的形成，整个宇宙形成，就像刚才所说的，2100兆分之1秒，这个频率里头产生的，没有秘密。佛说就在当下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。啊，佛用的是戒定慧三修啊，因戒得定。因定开慧，智慧开了之后，全都知道了。我细心看海贤法师的碟片，
我前后看了有30遍，我能体会到他这一句佛号念叨功夫成品，事业心不乱，利益心不乱，他的善根福德是一般人所不及啊，善根最明显的是老实、听话、正干啊，这样的人，他念佛不是用妄心的，他用的是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。那这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沉静啊，印祖常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就得十分利益。那这样一个人啊，天性就是真诚恭敬啊，他用这个心来念佛啊，老师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教。你看他的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，我们从他的老师真感啊，真诚恭敬，这一句话念多久的功夫正品，不出3年的。那么换句话是，他20岁开始，到22、23岁的时候，功夫成片，他得到了。啊，得到功夫成片，心就清净了，杂念、妄想少了。啊，偶尔有。少了，那么再3年，杂念就没了，妄想也没了，啊，那是什么？事一心不乱。我们这个《无量寿经》经体上，清净平等觉清净得到了。啊，得到清净，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，你只想往生，佛就来接你。所以他那个寿命是阿弥陀佛要求他的，叫他表法，给末法时期我们这个时代念佛修净土的人做榜样。啊，是大幅度的延长。啊，他的寿命应该在70、80岁，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啊，他母亲往生的时候86岁。那么再3年得到事业心，再3年他就得离业心。离业心就是大彻大悟，就是明心见性。啊，跟六祖慧能同一个阶层。啊，多大年岁呢？我估计40左右，他就大彻大悟了。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。啊，我听到有人问他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我什么都知道。这句话不简单的，
什么都知道，只有大彻大悟的人才可以说什么都知道。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你要是问他，他全了解，他都会教你。啊，外表上是个非常老实、守本分的农夫。啊，他虽然出家，他耕种。小庙，农村里头的，只有四个人住。啊，非常简陋。啊，一生没离开小庙。啊，小庙没有香火，没有供养啊，生活全凭自己耕种。啊，庙里头有几亩田，够了，但是他有体力，他又非常勤快。啊，日夜不休息，啊，开荒，外面的山地没主的，啊，开辟，一共开了100多亩，收成可观呐，啊，收的粮食、蔬菜、水果，啊，供养周边所有的穷平民，他照顾。受他照顾的，受他恩惠的，成千上万的人，这才不是啊！啊，当地这个地方修桥补路，他都干。啊，有这些工程，他就去做义工。啊，建筑替人家盖房子，啊，找到他，啊，他们又不喜欢，啊，而且他很内行，所以那是大菩萨，不是普通人，啊，112岁，看起来像60岁。啊，还上书。啊，我们看到很受感动。那么这些都是遇到念佛法门，一生圆满成就啊。啊，苏超底下病人住于法门，高知则下其觉分，卑知呢则不披上根，是以华严入盲，荧光正解。啊，华严是大经。是度上上根人，度化身大师，没有见性的人，度华严就是入盲啊！啊，他的光太强。萤火虫在这个光下了，显不出来了。啊，萤火虫要在黑夜才显出它的光。啊，华严像太阳一样。说我以此一法
上下兼收。啊，华严经上上上根人往生极乐世界的不少啊，啊，上下同受，可谓万病愈于阿且，阿且陀药，古印度啊，这种药什么病都治。啊，只有好处，没有副作用。啊，所以是一切病遇到阿且陀药都能治好。千器沉于巨也，这两个都是比喻。器是器皿，千是指斗。啊，都在这个野炉里头成就的。又这底下的话还是莲池大师苏超里头的，但持佛名必生必故，则或高或下，或甚或凡，乃至或信或疑，或赞或悔，只有彼佛变成善根，多劫多生具蒙解脱。这是净土法门，不可思议啊！只要你念这句佛号，下面这句话非常肯定，你必定会往生极乐世界啊！不一定是这一生，你听到这句佛号，或者自己念一声佛号，或者看到阿弥陀佛形象啊，你知道这是叫阿弥陀佛，阿赖耶识里头就种下种子了。这个种子无论经历多长的时间，将来再遇到缘，它就起作用。所以大乘佛法里头跟净土有缘的人太多了啊，下面说或高或下了，总说高是上上根人，下是下下根人，或深或凡啊，深修行正果的人，凡是六道凡夫，乃至或者你相信或者你怀疑都没关系，信也好疑也好，只要你心里头落了阿弥陀佛这个印象，这叫阿赖耶里头有种子了。甚至你赞他，或者是你回报啊，回报也有缘的，因为你知道有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已经在阿赖耶识变成种子了啊，只有彼佛变成善根啊，这一句话做了总结了啊，知道有一尊阿弥陀佛，这就种了善根，多劫多生具蒙解脱，不一定是在什么时候再遇到这个缘，这个缘就起作用。至于当时啊，
当时讲我们现前，现在若问何人正是当机啊，我们现前在这个世界，这些人哪一种人是当机？啊，这一生能往生极乐世界，这叫当机。啊，下面的解答，不问男女老少，富贵贫贱，上至下愚，久修初习，俗根立顿，善恶差别都不分，这都无所谓，只要啊于此法门，这下面也重要了啊，对于净土法门能生实心，你真相信他，你对他没有怀疑啊，所以叫真信比什么要紧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，老师苦口婆心劝我，他说你看历代多少名人在历史上留名，多少大德，他们都相信，都发愿，都往生了。我们为什么不信？啊，看到这些榜样啊，应该生起信心。啊，纵然如果他不是真的，那些人都上当都受骗了，我们被他骗一次也不妨啊。李老师这样劝我。啊，我相信，感谢老师劝勉，但是我还不想我是。啊，对净土经典呢还没有产生兴趣。啊，心目当中都是大经大论。啊，那个时候我学华严。实在讲，在华严的幕后真相显了。啊，为什么文殊普贤？这是华严的三圣之二啊，华严三圣毗卢遮那文殊普贤啊，代表华严的文殊普贤都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这我相信了，看到这个经文相信，不再怀疑了。啊，如果没有看到《华严经》是这么说，疑没断，啊，我在那个时候不回谤了，读过印光大师文钞，看过《弥陀经》的三大著，就是要解、疏钞、圆中钞，啊，对净土赞叹，啊，但是自己对这个大乘经教很向往，不知道这是大乘经教的精华。
师那个时候教我，没有像我这样讲的这么详细，要像我这现在讲的这么透彻的话，我早就相信了。啊，经教要不能欺负，没有真正通达这种难信之法，怎么教人？那么我信了之后，尤其是晚年专修专后啊，这个对于许许多多同学增长意义。啊，我从华严，从法华，啊，从法相，啊，从信中回到净土啊。那些大奸大们不是不知道啊，都曾经涉猎了，最后选的这一门，很多人相信了，啊，不再去走弯路了。我学佛65年，啊，30多年才回头啊。最近10年的时间，就专门就在这部经上，对这部经非常欢喜。啊，所以这几句话很重要。只要于此法门，能生实心，应心发愿。啊，信了之后，一定要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从愿起心，心就是念佛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如是之人呢，正是当机。这样的人，个个往生的，一个都不漏啊！啊，要把自己日常琐碎的事情打发得干干净净，啊，不再操心，不再牵挂。啊，一心一意只求净土。啊，我来段时间干什么？就是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不放下不行，不放下那是障碍。啊，所有障碍统统放下。啊，发菩提心就是真心真愿，这就是无上菩提心，藕益大师解释的。一向专念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啊，决定生净土。啊，这个一段所辟根基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啊，下面是概要第六段，藏教所学。我们看华严老居士的注解啊，211页倒数第三行，凡体究经典，体是体会，
就是研究啊，也就通常讲研究经典，以先知此经属于何藏，设在何时，判书何教啊，这都是祖师研究经教用的一些规矩。那很有系统，有次第的给我们介绍，让初学的人感到很方便，这有助于理解全经。啊，那下面告诉我，夫一代深教之判分，诸家有异。自古以来，讲经弘教的这些大师啊，他们见解并不完全相同啊，秩序也不一样。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啊，内容太丰富了，好比一个完整的大学，里面什么科系都有啊，绝对不是一个人通通能学的。我们只能在这么多当中选择几门啊，好像念大学，不能把所有科系都念完，只能选择一两个科系啊。佛法也如是。他这些经教越分越细，细心去观察佛所讲的这一切经教，包括今天全世界大学里头所有的科系，而所有大学里头的内容不能包括佛法，佛法全部能包括它。海贤和尚这句话说的，我什么都知道，这句话里头味道很深啊，什么都没有学过，什么都知道。这里头有深明啊，不是秘密，深明太深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上中下根的人都不知道，只有上上根人。佛法没有秘密，啊，是你的智慧、功夫达不到，啊，这功夫讲定力，达不到，你不知道啊，啊，佛法教学。自古以来，多少大德不认识字，像慧能那种人不少啊，慧能出名，怎么出名？因嫉妒而出名。他要不是被人嫉妒的话，谁知道啊？
个人语言不一样。他必须避免这个嫉妒障碍到猎人队里头多藏了15年。15年大家对这桩事情淡化了。大概嫉妒障碍人也有不少都不在了。他出现了。出现了一个巧合，遇到印宗法师。印宗法师也不是普通人，应该像舞台表演，能大师唱主角，他来唱配角的，这台戏才演得出。演得好啊！印宗当时在岭南，现在广东这一带，大法师没有人不知道啊。讲经教学，慧能知道时节因缘到了。离开猎人队，到现在的广州，广孝寺。印宗正在讲《涅槃经》，他坐在最后一排。听到有两个出家人不好好听经，起妄想，看到外面风吹到这外面旗杆上的帆。一个人说：“你看风动。”那个人说：“不是风动，是幡动。”两个人吵得谁都不肯服输。慧能大师看到两个人相争不下，告诉他：“仁者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”把两个人说服了。印宗这一堂课讲完了，下台之后，看到这几个人后头说话，问他讲什么。这一问的时候，印宗很聪明，就问：“听说第六代祖慧能隐居了多少年，不知道在哪。”他就问：“是不是你？”南大师就答应：“是。”请衣钵出来，我们大家看看。这衣钵打开是证明。慧能出家，印宗法师给他剃度，所以印宗是南大师的剃度师。剃度完了之后，印宗拜他为师父，传法师，他们两个是这样的关系，互为师徒，是传法。慧能是师父，他是法子，那剃度呢？印宗是剃度师，他是徒弟。真不容易能大师在当时教诲大众，在他麾下明心见性，达到他相同的境界，40多个人在过去都是单传，就传一个。到他这个地方禅宗
真正兴旺起来。啊，往后再没有这个盛况，六祖以后有法师成就大概两三个、四五个，再就没有。啊，没有像他说会下的时候40多个。啊，所以佛教传到中国，我们中国祖师建立的宗派华严啊，显首宗、法华天台宗啊，净土这都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啊，从印度传过来的法相唯识玄奘大师传来的啊，玄奘的学生窥基在中国是法相宗的第一代祖师啊，信宗是印度传过来的，禅宗也是大摩传过来的啊，所以在教下叛教这些大德很多啊，可是最著名的，也就是判的最好最方便的啊，大家都认同的，无过于天台跟华严啊，天台的无教什么开启啊，华严的啊，先手的天台智者大师的四教藏通别圆无重玄义啊，非常受后代讲经教学法师所遵循的那么这底下给我们说啊，藏有三藏有二藏，识呢有五识教呢有四教有五教啊，凡是经者虚心判明，那经本经我们无量寿经在三藏当中它属于经藏，在二藏当中属于菩萨藏，三藏是经律论，现在的大藏经是这样分法啊，就是分为三部分啊，二藏是外国传进来的，菩就是大乘跟小乘，菩萨藏跟声闻藏啊，那么二藏里面这部经是菩萨藏，是大乘不是小乘，五识当中主要是方等啊，实际上后头我们会学到他五识多通，二教里面属于顿教，四教里面、五教里面都属于圆教。啊，我们再看底下为我们细数。啊，首先呢，讲三藏。啊，我们看
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第四行，解三藏藏者，大乘一章云，包含蕴集叫做藏，经典能包含蕴集文义啊，经文文里头有义，有义理啊，称它为藏啊。那么三藏，第一个是经，梵语修多罗，此云七经。我们通常省略，把七字省掉了，就成经啊。其上七诸佛所证之理，下七众生可度之机啊，它这是经典在产生作用，理论正确，不违背真理啊，也就是事实真相啊。同时呢，要适合听众的程度啊，下根人说得太深了，他听不懂；上根人说得浅了，他不满意啊。所以一定要适合听众的程度啊，这个教学确实有一点点难度，他跟学校不一样，学校学生的程度是整齐的，所以好久佛讲经听众是四面八方来的，有程度很高的，有很低的啊。佛有本事，佛以一音而说法，众生随类过得解，每个人都听得欢喜，每个人都听懂啊。深的人听得讲很深，浅的人听说很浅，这是本事，这一般人做不到啊。什么人能做到？开悟的人就能做到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古时候讲经，给经做注解，这个注解能流传到后世，到现在还被人尊敬，什么原因？他开悟了。啊，他要不开悟，说不出来；他要不开悟，写不出来。他写的东西流传到现在，你看，深程度人看得有味道，他看得深。浅程度也有味道，啊，他不寂寞，他能看得懂，妙在此地啊！啊，中国文学名著四大小说啊，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。《红楼梦》这四大小说，能摄说人，可以让人看几遍，顶多十遍，让你看十遍之后再不想看啊，那就很难得了，能一叫你看十遍。这一部佛经真的，你从开始学习到你活到100岁老死还津津有味，还天天不断，这个摄受力量多强大啊！为什么越看越有味，遍遍不一样，活的啊，祖师当年讲经讲活了，用文字来写写活了。
啊，为什么？他们真正懂得自信，自信无有我。从自信流出来的，就是无有。起作用的，一切法都在里头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啊，佛49年无说，无所不说，这是一般人很难体会的。啊，所以佛慈悲，佛法传给你，不是有言有说的，有言有说是有尽的，是有局限的。那不算慈悲。佛传给我们的是无言无说的无量寿经，那是什么？是自信的无量寿经。这个东西可以把自信无量寿经引发出来，哎，让我们自信无量寿经跟这个经本融合成一体，妙了。这种教学的理念跟方法，全世界没有啊，没有第二个人呐。佛传到中国，中国人很聪明，啊，儒接受了，就是戒定慧；道也接受了，啊，汤恩比过去有赞叹，中国古人心量很大，能包容异族文化，就是指的佛法，印度，中国人能接受，中国人喜欢学习，而佛法大幅度把中国传统文化提升。那我们用大乘理论方法来讲四书五经，它真有味道啊！啊，可以把四书五经讲得像华严经一样的精彩。意境不一样啊！所以经论里头的意趣无有穷尽，不要说一辈子学不完，生生世世都学不完。为什么？自信是没有边际的，自信没有限量啊！道明心见性的就明白了，没有限量啊！自己的心清净平等处，里头没有一念啊，没有一个念头，更没有分别执着啊！所以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能解一切法。能说一切法，能修一切法，啊，那么经藏这七经，第二呢，六藏叫毗勒耶，
啊，翻成条幅。第三论藏，啊，梵语阿毗达摩，翻成中国意思是对治。啊，本经在经律论三藏中说经藏。啊，那么二藏就是声闻菩萨。智多论语，虽具求一解脱门，而有啊自利利人之意，故有大小乘之别。啊，世尊当年在世，求解脱是共同的目标。啊，解是解除烦恼习气，脱是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生死，这是学佛的人共同追求的，但是这里面有一些人自利，完全是顾自己，没有顾及到别人；有些人心地慈悲，他顾及到别人，所以大小乘之分，小乘顾自己，大乘是顾众生。为师二种人，故佛口所说了，以文字语言分为二种，就叫声闻藏跟菩萨藏。啊，甚教虽众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的很多，不出于这两大类。啊，这个是有个挂号，圆觉包括在声闻里头。所以只有二藏，啊，没有说三藏，啊，就是声闻藏与菩萨藏。净严书里头说，龙树云，龙树菩萨，佛灭度后七百年，出现在印度，啊。龙树菩萨说，佛灭后灭度后加舍阿难在王舍城集结法藏，这是声闻藏，啊，也就是小乘法。文殊阿难于铁围山集摩诃延为菩萨藏。啊，经是阿难佛讲出来的。阿难在佛的弟子当中，记忆力最好。我们中国人讲一闻情悟，他有这个能力。啊，听一遍，一生都不会忘记，能够原原本本把它宣示出来。所以集结经藏的时候，他变成主要的一个人。啊，那么在小乘集结小乘也是他说出来。啊，迦叶尊者跟500阿罗汉为他作证。啊，500阿罗汉、大迦叶尊者在听，
没有一个反对，这才把阿难所说的写出来，变成经本。啊，如果有一个阿罗汉提出意见，说这个我不清楚，我没听说过，就得删掉。啊，所以把关非常之严。啊，小乘阶级，文殊、阿难在铁围山，这是大乘的阶级。文殊菩萨与化身大师给他做证明。啊，像华严这一会。是释迦在定中所说的，不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就没有资格参加这个法会。啊，凡是参加这个法会的，全是化身大师。啊，那么阿难，阿难是化身菩萨示现。他不是真正的阿罗汉，啊，真正阿罗汉，他就入不了大乘。啊，下面念老又给我们举例，说《地持经》上也说，有这个经文，佛为声闻，菩萨行出苦道，说修道路。啊，那么这是先把说法的目的说出来了。佛出现在世间，讲经教学，只有一个目的。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，没有别的，就为这个。啊，什么是苦？六道轮回苦。十法界虽好一点，不究竟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对佛感恩的心就生起来了。啊，他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不为啊。完全是看到众生苦啊，他来帮助你离苦得乐啊。所有一些方法都是为这一个目标。啊，身给我们做榜样，他把他所说的统统做出来了。啊，像海贤老和尚112岁，我看他的观点，他把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所说的理论、修行的方法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全都做到了。那个光碟是一部活的《无量寿经》，《无量寿经》生活化。啊，他生活非常简朴，啊，贫穷，他活得多快乐，活得多幸福，活得多么圆满，啊，天天欢喜，叫法喜充满，
常生欢喜心。啊，许许多多人学无量寿经，是在经本上，是在口头上，没有变成生活，没有变成工作，没有变成处世待人接物。老和尚全给我们表演到了啊！所以我说这个光体是我们无量寿经的总结，要把它当作经来读啊。它的光碟50多分钟，不到一个小时啊，一天看3遍，看一年就3000遍。3000遍，你要是有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去看，你就成就了。你再回头来看无量寿经，字字句句就放光了。啊，然后你对老和尚佩服五体投地。啊，被下联句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，也佩服的五体投地。真的受用啊！一年时间啊，每天这3个小时一年别中断啊，一年之后超凡入圣啊。啊，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就是阿难，你看集结声闻章的时候他参加，集结菩萨章的时候他也参加啊。集结声闻章没问题，集结菩萨章，这法身大师啊，那么阿难的本地我们就明白了。啊，在世尊法会里头，他示现的身份是初果声闻啊。实际上呢，实际上他是化身大士再来的啊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释迦牟尼佛9缘界就成佛了，这一次是来表演的，不是真的八相成道。八相成道是做给我们看，鼓励我们的。你看，我也是个凡夫，那一生能成佛成就，你们也能成就，是表这个意思的。啊，下面说，以说声闻所行，这叫声闻章；说菩萨行的，这叫菩萨章。今本经中广言大乘啊，这部经说的完全说大乘，详乘，乘是成熟，幸运往生。殊胜因果，见佛国土一真庄严。弥陀无边愿海，普度众生之道，故为菩萨真实啊。说明这部经的内容
八极乐世界详细介绍给我们啊，极乐世界缘起为什么会有极乐世界出现啊，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之前出家修道，看到众生苦，悲心发出来，啊，他向他的老师自在王如来啊陈述自己有这么个愿望，希望帮助一切诸佛刹土里头六道众生，六道是最苦的啊，帮助他们都能够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，这一句很重要，一生当中圆满成就，那用什么方法啊，诸佛如来都没想到啊，为他想到啊，老师没教他，也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，老师只教他有一个方法，你到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参学，像现在讲考察啊，去观察，取长识短啊，每一个佛国度都有它的优点也有缺点啊，取人之长舍人之短，提供你参考资料，你再建一个佛国度就能满你的愿，这非常合乎逻辑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慧的集大成啊，他用了五界的时间啊，做了总结，总结就是四十八愿啊，四十八愿就是他参访总结的报告啊，那么极乐世界成就之后跟四十八愿完全相应，通通落实了，殊胜因果啊，清净的佛国土，阿弥陀佛无边愿海就是四十八愿，普度众生啊，道就是理论跟方法啊，所以这一部经是全部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这个大小乘经典里头，咱们讲群书之要嘛，叫之要。精华的精华了啊，特别是今天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海鲜老和尚的表法就表这个法啊，所以他必须要活到112岁啊，这个问题登上台面了，他的表法给大家做证明，真的不是假的，表完他走了我们有幸的啊，遇到慧解本，遇到黄念祖的
极住，他这个注解也是集大成，里面用了83部经论、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解释这部经。经是汇集，注解也是汇集，确实能度世尊往后9000年的末法众生。所以佛找海鲜来表法，慈悲到基础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